买了盒猪棉糖，全被吃完了。哎妈，全吃了！看看他们咋霍霍的。晚上都来我家吃饭啊！今早上出去买菜去了。三姐，手机一个条紧张的。吃熊你。今晚吃啥呀、啊？春姐，春姐。都睡这么死、啊。几点睡的呀？吓死个人了！哎，金老板，我到家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在路上了，对了哥，放糖酒别吃啊！糖酒不好吃的。这你妈真那么好使吗？